Around the clock， 各位观众你好，我是神灵，我们今天要玩海绵宝宝的特别长篇游戏啊，没错，是有故事的，它叫做 Around the clock at Bikini Bottom， 围绕这时钟在比基尼海滩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它现在呢终于出正式版了，让我们来扮演这个海绵宝宝，去统治这个世界吧。Does this place seem familiar? But of course it does, you silly. This is Bikini Bottom, home of many wonderful sea creatures. The residents are full of personality. But how? Not with chemical radiation, that's for sure. That would make all of these fine fish monsters. And trust me, my friend, tomorrow will bring our childhood fear of monsters to life. For now,Let us live in the present and follow the morning routine of our favorite sea sponge, SpongeBob SquarePants. SpongeBob SquarePants! Yeah! 打死人啦！大老大！今天真是一个好天呐 ，Gary！ Gary 是蜗牛吧？喵！哦喵 ！Yep! Yep! That's right!That's right， 今天呢，我可以驾那个船车啊，船车，哇哦，喵，还不是时候，我会等到今天的最后的时候啊，什么意思啊 ？OK， 喵，你怎么喵叫我怎么知道啦？现在呢，我们要给着 Gary 吃东西，没错，然后就可以出门了，哇哦 ，SpongeBob， 哎，谁叫我 ？Over here， 啊，很担心。这边有很多个水母呢，对，我忘记今天是这个水母季节了。哎呀，我非常喜欢这个水母，我必须马上去准备我的测试。哦，什么测试啊？哦，你每天在练习海绵宝宝，你可以的。哦，我们就要去考驾照吧，那个船车的驾照。对对对对对，我不配。哦，你最近真的太忙了，我希望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在一起，是吧？身为朋友。拜托，要玩吗？OK， 好的，潘嘉欣，我要跟你玩嘛，没问题的。也许我花一个小时来陪你玩，也许没什么的。对对对，待会再去练习开车就好了。我找到一个捷径去那个水母场地了，走吧。哦，那正好，我们赶快走吧。OK， 走吧走吧，只需要跟着我走这里呀、啊，海绵宝宝。啊哇！潘嘉欣，你在哪里？你都把我丢在这里了！哎，我是海绵宝宝！哎 ，Hello， 海大星，这是教学关卡哦，拿起来。OK， 我知道了。OK， 我可以跳。OK， 海绵宝宝会跳耶， yeah! 海绵宝宝也会跑啊。海大星，哎，海绵，你怎么戴眼镜了，海绵宝宝？哎，海绵宝宝，为什么你拖了这么久？好啦，我只是走一点路而已啦。现在我准备好了啦，好啦。OK。好吧，现在我们要开始练习抓这个水。你为什么要跟着我？我们练习抓水母，知道吗？练习抓水母来。为什么你要跟着我？好恐怖哦，好恐怖哦！这拍到谁？有够恐怖的啦！水母，哎，慢走，慢走。哎，为什么 BGM 这么恐怖啊？哎，过来。水母，跟着我走，跟着我。哎，好丑啊你！哈哈哈哈 oh, that's great. 哦，这里真棒啊 ！Squirrel 在这里哦，章鱼哥，你好，你也在这里啊，大鼻子啊 ，great，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暖身呢、啊。哎呀呀，hey， 如果你真的想帮忙我啊，去骑上那个、白痴水母吧，骑上去，哇哦！哈哈，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呢。章鱼哥，啊，这是一个好主意啊，派大星，你觉得如何、啊，章鱼哥 ？All right， 好棒呀！我只是想要骑在他们，为什么你们想骑在上面呢、啊？好奇怪的游戏哦！干嘛？怎么赛啊？怎么？啊，干嘛？啊，抓水母大赛！抓水母啊，不骑水母。嗯，派大星不要生气。水母啊、一次做两只啊 ！OK， 快点，比派大星还快！隐形的翅膀，水母原本就是半透明状态。Yeah， all right。
好吧，你捕捉水母的技术开始吓到我了，真是厉害啊！哦，真的真的真的。啊，是时间了。OK， 在你们两个练习的途中，我要回我的家了。对。哦，他给我什么了？海绵宝宝？那是什么东西？是一个闪耀的勺子，那个煮菜用的。哎，是黄金 spatula。Yep。Yep。哇哦！我会拿走它的。OK， 我要成为传说中的厨师啦！来，哇哦！哒哒哒哒！哦，我们玩游戏之中可以收集这个来当做奖励啊。OK， 然后现在要干嘛？继续捕捉这个水母吗？哇，水中之水呢？我在水里面的游水呢。哇，我人在水里吧？哎。这个人类钓鱼还集中在一边钓鱼。哇哦！哇，等等，潘老师。哇哦，是钩子呢。我们不要碰那些东西啊，知道吗？哦，但是这样就没趣了。我跟潘老师，可是潘老师你却想碰到，碰一下会怎么样？来来，碰一下，耶！啊！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你坐我上去了，来呀、啊，来呀、啊！好吧，不能怎样嘞，我、哦、上去了。哎，如果我不要挣扎呢 ？Five minutes later。好吧，不会怎样的，他不会带我上去的，骗人的。哎，哇塞 ，OK， 好吧，走吧。哎，你去，哎 ，Where are you going？ 他去哪里了？他怎么往那边跑了？啊 ，Hello。注意听啊！他说：“注意听着，哪里、啊、？”Oh my god！ 你吓我了，潘老师，还问我有没有吓到 ？Holy crap！Holy crap！ 不要被他吓到！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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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去哪？哎呦！这里吗？这里吗？等下我们要去哪？你吓死我了！你奶奶的嘞！你奶奶的嘞！啊！我们应该可以不用被他吓到，能穿过那里的，但是我被他吓到了。哎、欸，你看，你看，有笑板的，嘿，嘿，你看是笑板的，潘老师，还有那个车车，对，我明明要去学驾照的，说 ，Hello， 大来，大、啊、来，哎呀 ，Mr. Crab， 哎呀，蟹老板，哎，闭嘴，男孩，有某些东西在附近，我可以闻到，这里有一个海洋的生物问题在这里呀、啊、，OK， 海洋生物有什么问题呀、啊？啊，什么生物？啊？眼睛一大一小的，哦，章鱼哥进化版，水母哥，嗯，就是那个了。哦耶 ！OK， 认真的，现在不是感觉冒险的时候了，对，没有在冒险了。你们对，你们两个对这个有兴趣吗？帮我找到我的战利品。OK， 战利品。当然，笑这么开心呢。派大星，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想法。对，男孩。也许你们两个没有办法从这里逃离吗？是这样吗？你不够聪明从这边逃离？ Oh, yeah. 这个生物呢在这里引起了非常大的麻烦啊，引起非常多的关注。你们两个谁想先去看看？哎，你要玩谁呢？哎，海绵宝宝呢可以跑很快，但是他搬着东西的时候会走很慢啊。然后这个派大星呢，他可以走，他比海绵宝宝走很慢，但是他扛着东西的时候可以走很快啊。我们是去拿战利品嘛，所以我们让一个非常愿意去的派大星来前往。对，派大星想去就让他去吧。OK， 找到宝藏啊！对，找到蟹老板的宝藏，王八蛋！嘘，干嘛干嘛干嘛？啊，没有绳子了。爆起来了 ！OK， 没事。嘘、啊，宝藏在哪里？宝藏，快点走，快点走！啊，哇，拿走 ，OK。啊，好丑啊！你抓不到我的啦！来来来来来，好丑哦！啊 ，No！ 啊 ！Oh no！直接被电死呢！哇塞！再推迟，再推迟来！快点，快点！我们好像可以走很快，我们扛这东西也可以走很快。No！ 紧张！救命！啊！
救命救命救命，赶快拿赶快走，赶快拿赶快走，哎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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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派大星走路比较快啦，扛着东西。Yeah， 小板 ，basket， 小板，小板，我带来给你，小板，我带他来了，小板，给你，给你啊！你不会有 bug 吧？啊耶！感谢你啊，派大星海绵宝宝啊，继续享受你们的休息天吧。至于章鱼哥呢？啊，我今天晚上呢会给他一个非常大的礼物啊！我很早就听说这里有这个宝藏了，看但是看起来非常轻呢，嗯，所以把这个拿去当做你的酬劳吧，哈。哦，哇，是吗？是这样吗？明天早上见，海绵宝宝。哦。Oh yeah， 你觉得这里面是什么呢？哦，我不知道呢。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找到啊 ，Good buddy， 好伙计。哇，是钱呢，潘老师，我们发达了。我们可以免费吃冰淇淋1年了，哇哦！啊！你是别的游戏的吧？海绵宝宝宇宙吧，我们之前玩的游戏都是这个作者制作的，结果现在全部融为一个宇宙了。OK， 我觉得我遗失他们了。干嘛？哦，这钱是这些人的吗？是你们的吗？对，但是他只是给。要输啊，我输。跟我工作，感谢你，海绵。我不能说，不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工作吗？什么东西？哦，哦，我不说任何工作内容。OK，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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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很好，很好。是时候开始了。OK。海绵宝宝，我有害怕、啊。也许我们赶快把剩下的钱给捡起来，然后赶快离开这里吧。OK， 快点，快点，快点。OK。啊，我们只能拿一个了，剩下钱被那个死鬼被他拿走了，我们还要跟他工作，还不告诉我们什么工作？赶快离开这里吧，走走走。哎，这是海绵宝宝宇宙吧？这个作者呢，之前做了很多这种类似方形的这个游戏啊，之前我们也玩过那个熊的游戏，现在全部统合为一个宇宙了呢，哇哦，海绵宇宙，也许我就是应该换我的声音配合他们的，对，海绵宝宝就用海绵宝宝的声音，做海绵，不做海绵啊，做水母。有某些生物在比基尼海滩的暗处默默的行动中，邪恶的势力正在扩大，邪恶的计划正在进行中。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兄弟，我们也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哇哇 ！Glove World 手套世界，哎 ，Glove 是手套吧？手套世界呢，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还说什么？大海绵宝宝跟派大星在今晚享受着烟火的时候，有邪恶的手套的力量正在默默的进行中。邪恶的势力正在统治这块陆地啊！九点了，晚上九点的时候，耶耶，放烟火耶 ！Oh boy， 派大星，我等不及在章鱼哥的表演上面欢呼了！哈哈，他非常兴奋，非常高兴能够加入这个交响乐团。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高兴的，你有吗，派大星？派大星，吃得很爽吗？Oh yeah， 这是啊，自从触电事故以来最幸福的一次了。触电事故，哇哦，你发生过章鱼哥触电过？哇塞，我希望啊，在最近没有感到害怕、啊，对于电流，终于啊，
这些年来，人们一直嘲笑着我这个章鱼哥的表演秀啊。今晚我要给那些观众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棒的表演啊，没错。他们呢非常难满足啊，这个非常苛刻，对。也许我一定会被受到尊重的，对。我应该开始练习我的签名了，对。也许他们需要签名呢，对啊对啊，应该练习签名了。对对对，谁？居然在这个时候打给我？Hello， 你已经成为一个明星了吧？请开始在……这个下板来了。哦，章鱼哥，我……Oh no！ 你不要打过来了，下板！我要成为一个明星了。你现在打给是明星。All right。你不能把我拖进你的工作里面，当我正在表演的时候 ，OK？ 祝你有个好一天。等等，听着你的蠢话。这附近呢有一些东西发生了，然后我呢？给我停嘴，螃蟹！我没有时间听你这么唧唧歪歪的。我现在呢，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的最高峰，你要不要支持？随便你，我正在要开始了。我才不在乎有什么诡异的东西，什么海胆，什么恐怖的东西来，谁都不能阻止我。这是什么味道啊？下班？哦耶！哦，所以你察觉到了，我们需要找到海绵宝宝跟派大星，然后把他们带我的餐厅，知道吗？去你的家里，然后把所有贵重东西都给带上，确保你没有被跟踪哦。知道吗？章鱼哥 ，Hello！ 章鱼哥。吓死你！终于来了！快起来！嗨，回来这里！他需要还我零食的，把海绵宝宝给还来！我是派大星，走开，走开！把海绵宝宝给还来！哎，可恶！黑暗势力，把海绵宝宝给把海绵宝宝给拿走！水母反击人类啊！等一下，我可以换角色。完了！海绵宝宝，哎呦！这恐怖的，哎呦！完了！把海绵宝宝还给我！完了，来不及，走开啊，走开，不要转！完了，哪里？海绵宝宝 ！No！ 这里吗 ？Done！ 这边有这个，拿走嘿。还没把麦还给我就选手怪人 ，Oh my god， 我失败了。转头吧，海绵宝宝，回来，还回来我的海绵。不要，走开，不要阻碍我，你们，把我的海绵还给我。哎呦，加我一下你，哎呦，我来了，不要进去。进去了吗？我到了，等下，拿走 ，OK。海绵宝宝，我来了，海绵宝宝 ，Where are you？ 哦，跟着这个走，Hello， 我的海绵宝宝呢 ？Out of order。我从来都不喜欢手套，或者一个新的、旧的、新的都不喜欢。OK， 没有事情。海绵宝宝，你在这里吗？这真的有趣呢，这个世界观好有趣哦。
也许这个门后面 OK OK， 这什么门啊？看一下，员工室 ，Hello。吓死我了 ！Oh my god， shit， 不是这样吓人的，吓人我根本不能跑，我被抓了。Patrick，潘老师，你好吗？我们有送来你吗？我忘记配音了 ，OK。休息吧，一切都很好，我的朋友很好，对，大家都很好。你现在，我现在呢，把你带到这个废弃的什么东西 ？OK， 翻译一下，麻烦。可恶，不能出去！OK， 好，现在呢有给我一个地图了。OK， 我需要找到海绵宝宝，对，拯救他。哦，OK，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一起来玩。所以你要做顺利还是不顺利的啊？被你妈妈踢出去了吧？哼哼哼哼。好了啦，黑暗势力投降啦！啊！下面 OK， 我吓到我了 OK。哦，呜呜，什么东西 ？Hello， 我们真正的要开始找到海绵宝宝了，我们掉下来了。哇哦，非常有趣哦！我这边很多个东西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水母的房间。Glory 就是那个手套 ，Flower 花朵。我们去拿了吧，手套的耶。哦，嗨，有东西了。我们要找海绵宝宝藏起来的房间在哪里？对对对，有东西，有东西，快点走，快点走。啊！白痴手套，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哦，不管从哪个地方都可以掉下来的 ，OK。什么东西 ？Don't walk the clam，OK，、okay, 不要走到那个螃蟹那里 ，OK， 它会吃人，这个会吃人。睡觉，对，睡觉。这里呢，这里呢，我觉得在里面，我没有找这句那个手套。我们选择花朵吧 ，Flower Room， 花朵房间开始 ，OK。首先，谁攻击我？啊，地上有虫了！这花朵房间地上有虫哦，快点找海绵宝宝藏的地方啊 ！Where are you？ 这什么东西？这边有声音，中间这什么不知道？海胆吧，海胆。哦，神奇的海螺 ，OK。啊！OK， 神奇海螺，你给我什么意见啊？你把全部吸引来了。我问了神奇海螺，海绵宝宝在哪里？在哪里呢？啊，哇，你看，来了，滴滴发叮当，啊，快充电！死亡房间呢？拍到心里太可怜了吧？哇 ，Clappy Room 是什么？进去看，不知道什么房间呢？不要管它。吓死我了！手套侠，海绵宝宝在哪里？哪里有海绵宝宝 ？Hello， 手套人，看着看着他就不会动。哇，好嗨哟！你爱上我了吗？水母房间，走吧，踩一下。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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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喂，不可以踩地上的。有人在睡觉，走慢慢啦，你白痴啊！哎，宝宝，你在这里吗？神奇的海螺啊，请告诉我，海绵宝在哪里？好吃，叮当！啊！对，你们两个去吃东西，对，不要管我，对，去吃。哎！王八蛋！找毒气室，找！可这边有电呢，这边有电点怎么办？哦，不要走中间就没事了。OK。快叫我们去吃东西，快吃东西。OK， 你不要坐了。对，你们吃东西。对，你们吃东西。对。然后我要走哪里？海绵宝宝，前面去。海绵宝宝，我救你了，海绵宝宝。哦。我救你了，海绵宝宝。给我趴下，蠢货！我是这里的什么 Justin Creator Half of the， 我是这里的创造人，就是这个犯罪首领啊的一半。第二场还没开始，对，还有第二场，第二十八集。What the hell？ 我是来完成我的任务的，无论是哪一个活下来，哪一个死掉啊，不管哪一个我都可以升职啊。对，你们两个给我乖乖去走。你有什么要说的吗，蠢货朋友啊，蠢货啊。Stay in the villa of the Mega Man and Berserker Boy of Club， 给我留在你的俱乐部吗。海绵宝宝，刚刚发生什么事了？只有一件事情才会像这样子发生啊，派大星。Oh no！ Bikini Bottom 正在毁灭中，没错 ，Bikini 海滩正在毁灭了。OK， 这些公民正在成为克隆人吗？复制人不再被统治中了，对。No！最糟糕的是，他们的眼睛已经开始变得跟那些水母一样了。没错，被水母同化了。Yep。我们正在面对的不再是水母了，是一个巨大恐怖水母。Oh my god！ 我们被包围了。再一个。手套到底怕什么呢？ Alright。 好了，你们两个跟着我来。现在呢，我应该不需要解释发生什么事了吧？离开这里吧。哇，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款游戏呢！哇塞，麦大星，你来爱这里呢？哇哦！有个地图啊。好的，那么我们这次的实况呢，居然到这边结束了。没错，这是一个非常长系列的一个游戏啊，它呢非常非常有趣，但是它是英文的，非常可惜。总之呢，这款游戏就指我们平常在捕捉水母嘛，然后现在呢，敌人跟水母联合了，没错，有非常非常多敌人，那个熊啊，那个还有那个软绵绵绿色手的啊，触手的啊，还有这个手套啊，水母啊，什么都变成敌人了，没错，他们正打算统治这个比基尼海滩啊。那么究竟我们海绵宝宝们呢，要如何拯救这个城市呢？让我们敬请期待下一集吧。海绵宝宝的故事正式开张。